他讲到了四维五维和其他的维度。嗯，老师你能看到三维以外的维度吗？目前可以，至少四维能看到，不止。那我很想知道你能够看到的四维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同，它奇妙在哪里？对你是有奇妙的。其实对一个正量上的老师来说，对一个正量果位上的人来说，没有任何奇妙之处，只是不同的生命，不同的意识层面吧，不同的意识层面。看到了大自然，看到了我们现在的空间，跟我们一样吗？嗯，也不一样吧。不一样。是的。这个就是，其实我看你就可以看到思维，但是你在这儿，不过在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三维。你能看到我的圆满的东西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那不是圆满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个幻境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只是在一点上。那你能看到的思维的流向是一个圆满的流向。对啊，思维的。如果按思维来做圆满的话，我甚至我甚至不可以去分别十维或者二十维，这只是物理学或者佛学，这只是人力的一种认知。佛不是这样的，只是说哎，十维上下，只是把它简单的分，就是表示一个圆满之数，知道吧？我是一个圆满，所以当你看到圆满的时候，在三维角度，你跟我是没有区别的。还是不明白。你问我的是不同，一个圆满的，当你看到一个圆满的时候，只有维度导致差异，知道吧？时空导致差异，时空导致差异，但是到圆满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。很早以前，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，至少是二十五年前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伸一个手指头往前移动一下，只需要这样移动一下，就是那边，那边，伸一个指，那边是圣土，那边是魔域。我知道，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，就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它存在另外的世界。哦，这个不是，但是我看不到。你说的是意识，一念之间，其实思维是具备的，就是你就是那边那边，就是只是在你意识层面的认知吧，就是你怎么认知吧，其实就是个意识，没有那边这边。其实佛学，我们在聊佛学的东西，佛学是不能不这样讲东西的，不是说。我们有个几维，加个长宽高，加个速度，加个时间，加个空间，可能就四维、五维、六维就往上加，不是这样子。佛学不这样讲，因为都是佛学只说你所有的你认为的都是幻境。那我肯定跟众位师兄弟不一样啊，不是这个世界，不是这个世界是什么？你在问我的问题是什么？就像你前面拿着一个万花筒。就是你知道那种哎，一摇里边有很多那个玻璃啊，转来转去，这个世界就像你摇动你的意识一摇动就出现的那个幻境，三维、四维、五维就是那些幻境是一样的，只是你把它时间、空间这样子加，其实始终是在你眼前的一个晃动，就是这边、那边、那边、这边，其实只是你意识的晃动，时间、空间也是意识的晃动。时空也是虚妄的，知道吧？只是你眼前，在你本质的，比如说你本质是佛，是有一只眼睛，本源的那只眼睛，真空的那只眼睛里边，前面晃晃晃，四维、五维、六维，你不停的晃晃和出现，但是都是幻境。如果这些都是幻境的话，你会去探讨四维有红色，五维有绿色，你会去探讨这些问题吗？不过都是从这儿晃出来的，你探讨的一定是这只眼睛，我这只眼睛到底看见什么？你不会探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啊、维度啊，你不会探讨这个，所以佛学是内证啊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这只眼睛看见的，但是看见的就是真的吗？不管你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不管是什么眼睛，你看到了真相吗？它不断的在变，这个彩色的桶里边东西不断的，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这就是量子物理学的里边的最后。
那现在科学家到了量子物理说到最后实验者本身就是实验的一部分，那个科学家参加去做实验，到物质达到粒子啊，就是开始进入微观，不是一个物质，物质开始分解到粒子这个层面的时候，科学家的眼睛起了决定的，对这个结果起了决定的作用，看个不看结果是两个，你去看实验和不看实验，没有人实验结果是一个，有人站在那看着实验，实验又是一个结果，就没有定向，这个世界就像你那个眼睛在前面晃，那个东西永远是它是没有定向的，是你看见了什么一直在你的头脑的分别认知里。所以佛学为什么不断的讲戒定，戒定就是你的分别认知，或者我们都是佛，就是以你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嘛，你都是佛，你本来就是，就是因为你分别执着了，不断的着相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花的、不花，远了、近了，然后产生的时间、空间、速度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头脑产生的。所以他就说，一切都是你心所生嘛，都是你心生出来。但这个心并不是唯心主义那个心，并不是唯心主义说是意识，我们的唯心主义心是意识，这个心就是佛，在佛学里边，而且是空性。这个心啊，就是佛，就是空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那个东西，本来就是那个心，那个心，但是不是唯心啊，唯心主义那个心，就是那个，不是有个释迦牟尼佛刚诞生下来，指着天指着地说，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就是说这颗心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唯我独尊的那个心。所以修佛法最重要正入这颗心，就找到自己嘛，学佛是最终找到这颗心，然后证入这个，然后你就知道你是谁了，剩下的所有维度都是你的投影，平行维度的投影，都是一个幻境，都是那个万花筒的幻境， 你的幻觉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生命内证过程，就是成道啊，叫身心的一个转化和意识层面的一个转化。如果一定要从量子物理也可以解释，用化学也可以，真的是一个反应来的，很奇妙。所以很多问题啊，在佛学里，这就像佛很多经典，有些人一开场问老佛一百多个问题，《楞伽经》啊，天怎么生成的，地怎么生成的，人是怎么来的啊，问了一大堆，佛最后只说他那只眼睛，就说他最后只说你其他的他不说，那些他一个也没答，那给你阐述空性的道理。因为只要你有头脑，问题是永无止境的，但是你知道你本质上的东西的时候，所有的疑问都消失，你会知道这个房间有一千个幻境，假如飘着一千多虚幻的海市蜃楼，你如果一座一座的，假如飘着一千座，你一座一座的问我它怎么形成的，它里边是几层，能住几个人，你不断的问，我就直接告诉你那是假的，你就搞定了，知道吧？不需要，因为那真的是假的，是你眼睛的幻境嘛。但是你现在想住进去，住不进去很痛苦嘛，是吧？你像在这个世界流行住是留不下，很痛苦嘛。你想长命百岁，长命不了百，很痛苦嘛，是吧？如果你认为正白是个幻境的话，别人怎么能伤害你？如果你是实有的，那伤害一定在哪？但是这个不代表你没有，只说我是个幻境，我就什么也可以了。不是，你做人还按人道的来嘛，说人话，做人事嘛。你不是在三维做三维的事，四维做四维的事，在天道做天道的事，人道做人道的，畜生道做畜生道的事嘛。你还是按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个游戏规则嘛，你按那一道来嘛，是吧？但是你心里边要知道真理。知道每一个维度不过就是个幻境投影，你已经回到源头，然后再视线在各个维度，那是另一回事。